Hello 各位好玩啊！呢、這个箱咧原本咧就开咗噶啦，系啦，但系咧因为咧太暗啦，同埋咧又影唔到啲咩咧，所以咧我就想开多一次嘅。咁呢一个箱系咩嚟咧？呢、這、一个箱咧系阿嘉送俾我嘅圣诞礼物嚟嘅，咁我就睇咗一次嘅。咁我一开头咧唔知咩嚟，以为系毛毡嚟嘅。OK， 咁我摆埋一边先。又有一个暖炉仔嘅呢、這个系噶啦。呢個是一個陶瓷的暖風機，陶瓷的暖風機啦，非常適合在冬天用的，很感激 Gas 送的禮物，很好用，很實用。跟住就有一個嘅兔仔型的一個兔仔嘅一個抽濕加濕器是咩？咩叫加濕啊？即係空氣冇咁乾啊？我都唔係好知喎，我以為是抽濕，原來是加濕啊！呢個係。可能令到啲空氣有啲水分咁樣係嘛 ？OK， 好啦，咁咧就係呢三件啦，大家會見到咧呢度有三件啊，就係呢三件啦。圖知名實況主啊，唔使諗都知道邊個知名實況主啦。OK， 咁啊非常感激阿嘉送我一份非常之好嘅禮物啊。咁上次我記得咧就係咧諗住聖誕禮物咧係即係佢問我要唔要聖誕禮物嘅，好似喺開台期間，跟住咧就送我一個訂閱俾我係啦，跟住我就話我仲以為係實物嗰啲添。系啦，点知今次真系送咗实物嚟啦 ，OK。咁然后就开一开呢个俾大家睇啦。咁呢一个咧，其实我一开嘅时候真系都几惊讶，因为咧，嗱，大家睇到啦，就咁睇应该都睇到系咩嚟啦。呢、这个颜色，呢对眼，大家都知道系咩嚟啦。我谂冇错，就系呢个卡比兽嘅一个睡衣啦，系啦，都几特别嘅一个嘅衫嚟嘅。搞到咧，其实我都唔系好舍得着，因为太靓啦呢套。同埋咧，我知道咧呢啲衫咧都几难去到运翻嚟啦，即全部都要经过呢啲运输啊，即可能喺日本买先有啦，所以都比较繁复嘅。好感激阿嘉送我一份非常好嘅礼物啦，系啦，呢、這、一个都几中意啊呢一、這个。咁之前嗰个嘅骷髅骨咧，咁可能咧就可以唔使要啦，系啦，不过都唔会嘅，啊，都可以用嚟做一啲。一啲棉一啲毡啦，俾啲猫瞓啦，系啦。